看一下，我也级别的运球啊，就是一下就能看出来我的实力了。嗯，实力为零。一会儿呢，要即将拍的这场戏，一场打球的戏。那很明显呢，我需要进很多的分，过很多的人。然后我希望一会儿这台相机可以记录一下我是怎么失败的。怎么失败的？ 啊，这下你。